听说安华科因为杀手特别代表公司的濒临倒闭，已经转业成为一家信任委托公司。虽然安华的之前报告狼狈不堪，但为了能够完成你的愿望，我决定不计前嫌的接受他们的委托申请。你们有想要我帮你们实现的愿望吗？那就赶紧拨打安华的接单热线接受挑战吧。